不小心跌倒，马上爬起来，准备使用我世界史上最好的礼物，面对想要当的王子公主。 面对人间冷漠，收拾装酷，让一切的准备都完美演出，让所有的泪都没敢落幕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收录，在滴滴答，却不自觉会锁住。叽里咕噜，稀里咕噜，又不是专业的行为艺术。就算是跟猫打招呼，我自己刚刚的路也要跟专注。听清楚，什么咕噜，却不是心有灵般的一处。